起郭家宝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并不熟悉。如果我说 Bywide，可能大家就有所耳闻了。确实，其实郭家宝同学在网上还是颇有名气的。那么他呢，不仅仅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2010级的本科生，同时呢，他也是 NOI 金牌的获得者，而且呢，他在本科期间还编写了 Node.js 开发指南这本书。所以说，他在编程以及相关的算法研究上都有颇深的造诣。那么今天我们就想请郭家宝同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组合数学在编程以及编程爱好者中有什么样的影响。郭家宝，我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组合数学的呢？哦，要说组合数学，我觉得最早接触应该是在小学参加奥数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组合数学，只知道像什么一笔画问题啊，什么数路径的问题。但是我真正知道组合数学这个词，应该是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参加信息学竞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小学时候碰到的那些题，原来都是有一些抽象的模型的，譬如欧拉回路。或者加法原理、乘法原理以及一些组合计数的方法。那这么说来，其实你会觉得真正领悟到组合数学的用处，就是在信息学竞赛中了。我觉得在信息学竞赛中，组合数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知识点。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基于组合数学的。在我们当初学信息学竞赛的时候，很多题的第一反应看到的想法应该就是枚举或者是搜索。但是，当你学了组合数学以后，就会发现很多题其实是有更好、更快的解法的，譬如动态规划问题，或者很多问题可以用图论，这种方法来建模。对，抽象之后就会觉得其实茅塞顿开的感觉，就发现其实枚举并不是必须的，对，是是这样吧？的。如果我们去 GitHub 上去看一下的话，会发现其实郭家宝同学有很多的项目在上面，其中有一个 OpenCC 的项目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那么他现在 OpenCC 呢，已经被嵌入到所有的中文 Linux 预装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想知道，郭家宝同学做那么多编程的项目，那么组合数学在实际的编程中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呢？我觉得在实际的编程中，譬如就说我的那个 OpenCC 那个项目，它其实是用到了很多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的，而这些算法它的分析的基础就是组合数学。当你学了组合数学以后，才能对这些算法有更深一步的了解。此外，我觉得组合数学实际上传达的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学了组合数学以后，你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就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只通过它的表面来对它进行枚举这样的方法，然后你会更多的意识到它的背后的东西。这种抽象的思想在实际的编程中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当你构建大型工程的时候，如果没有合理的抽象，那么是这个工作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就你刚才说到的一笔画问题，实际上是最典型的枚举和抽象的对比。对，所以你会发现，枚举实际上有时候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你有抽象的思想，你事半功倍。没错。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如果作为一个编程爱好者来说，到底要不要学组合数学？尤其大家会想知道，哎，到底什么时候去学组合数学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如果从一个编程爱好者的角度来说，组合数学的确不是必要的。对于编程来说，你即使不会组合数学，也可以编程。但是，如果你想把编程，作为一项更深的爱好，或者说是一项事业的话，那么学习组合数学会能让你的编程做得更好，能让你的程序写得更清晰，抽象层次更好，效率更高。所以，我觉得学习组合数学对于编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学比较合适呢？至少小学的时候学，那就是奥数了。那你觉得现在呢？我们实际上是放在研究生课程中的。那你觉得呢？如果是你自己是个编程爱好者，你觉得什么时候更合适一些？我觉得既然是编程爱好者，那么一定是兴趣驱动的。对于兴趣驱动的学习方式，我觉得其实是效率最高、最好的一种学习方式。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是，那你当你学编程学到一定瓶颈的时候，当你觉得
学了很多工具，学了很多方法，但是对于自己编程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提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要学习一些背后的东西了，譬如组合数学，譬如算法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你学完组合数学，再反馈到你的编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编程水平已经和原来不在一个天地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继续的学习编程，然后等到以后遇到一些更深的算法、更深的知识以后，还可以再回去重新学习组合数学。我觉得它这个和编程应该是一个同时学习、相互学习、相互反馈的过程。所以非常感谢郭德宝同学的分享啊！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编程大牛来说，组合数学应该是你的算法的基础和编程的基础。所以非常感谢郭德宝同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觉得，确实是组合数学和编程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会觉得，我们上了这么多堂组合数学课以后，我们基本就在数数。但是正是这种数数的思维，才指导着编程能够从暴力枚举向抽象进行转换，而这就是高效的算法和高效程序设计的基础。